妈，哎，来看看啊，天焕本能强身片，强身健体，美容养颜。妈，您就喝，天天喝，喝上半年，您能年轻十岁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啊，凯诗一牌羽绒服啊，您跟我爸一人一件啊，情侣装。这名牌啊？是啊，凯诗一的，特保暖，就是。哎呦，好好看看。大宝哎，还真行啊。来，还有这个，妈，哎。这是给我爸的啊，这什么呀？电动刮胡刀啊！哎呦，你爸那老土哪用得着这个？你给他买两盒刀片就行了。你让他试试。看着刀片啊！行。哎呦，哎，我大姐呢？你大姐，哎呦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跟你那个姐夫去新西兰了，办公司是过两年就回了。大洋洲那新西兰？那还有哪儿的新西兰呀？那这包。那就给您吧，给我爸，给您，给我爸，给我妈，给多多，你看多多呀，这水货啊，没有，我看看，那怎么能买这种东西呢？不是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是世界名牌，国贸贵着呢，我都没舍得买。你看看，你给我妈，给我妈，水货你舍得？水货也不便宜，是不？有钱啊我。对对，大宝真好，真好，都惦记着呢。那怎么样？好的。哎，对呀，我的呢？对对对。笔记本电脑知道吗？给我的，给你的，哟，哎呀，行啊你，哎呀，老弟，看看太了不起了。二姐夫呢？有二姐夫去外地出差了，这段时间啊，我就先住这儿了。干嘛呀？这是？你说干嘛，臭小子啊？老弟，二姐开心，给你拿水果去啊。嗨，等着啊。掌中宝，哎呀，行啊你！水货没保修啊！哎，这第几代呀？这我也不知道。我爸这礼拜天还上班啊？哟，你爸现在可认真了啊！朝九晚五的啊，这不是什么香港要回归，要赶快赶着献礼嘛？啊，那加班加点呢？哎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啥玩意儿啊？啊，老照片儿！哎呀，你看看，哎，我哪儿翻出来的？这是咱们那个。哟，咱俩呀，哎呀啊！你瞧，我发现你小子年轻那会儿啊，贼爱臭美。你看啊，小腰挺着是吧？小脖梗着，这俩眼珠子还瞪着。你说你媳妇儿也不在，你瞪给谁看呢？你看谁呢？这是三线那会儿是吧？是是是。哎呦，瞧！哎呦，美美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这照片啊，啊，哎呀，这是68年的，这是71年，哎呦，这张是。好多老人都不在了。呦！什么呀？瞧瞧，这小娘们儿也小50了吧？哎呀，不知道现在咋样啊？走了也10多年了吧？是啊。大壮，哎，你说他现在还恨我吗？哎，你说啥玩意儿？行行，甭给我装耳朵背。恨你干啥呀？人家现在嫁给了个洋鬼子，哎，早把你忘到爪哇国那儿去了。哎，这词儿咋那么熟啊？这爪哇国到底在哪儿啊？你是不明白呀，女人是会记仇的。我跟文丽年轻的时候，哎，一根针没帮她捡起来，现在都给我记得真真的呢，还跟我秋后算账。这就是老婆呀，啊？你以为外边的女人都像老婆这样，斤斤计较你的一言一行啊？哎呀！
阿姨您慢点。哎呀，这些日子整这资料整的哟，想把咱这半辈子又给翻腾了一遍，啊，心里头还真是，哎呦，咱这辈子呀，就在这儿了。别说这段时间整理资料整理的，我这心里啊，还酸酸的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还有心呢？啊，我还以为你就剩下一个坏腰子了呢。怎么说话呢？别以为你是知识分子，你懂感情，会整景。我是书读了少了，哎，不然我也整个作家啥的，弄个曹雪芹在世。哎呦哎呦，你这辈子你哎。你这辈子你读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没有啊？你还曹雪芹在世的。爸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宝啊！哎，你瞧这大宝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电话跟他妈说明天回来，他妈还跟厂里要车呢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这艾伦女士，王子啊，啊，你还是老样子，蛮正经的哦。不认得我了，我不至于老到那个程度吧？我是一眼就把你们两个人认出来了。这位是大庄先生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个方卓雅啊，不，方红兵，哎，对，红兵，方卓雅，方红兵的。那是文革的产物，我现在是姚艾伦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宝啊，哎，你这个怎么跟你这个方啊不，这个姚阿姨搞到一块儿去了？怎么说话？怎么这搞到一块儿去呢？啊，我这是跟艾伦女士合作伙伴，知道吗？我们俩一块儿办一服装厂。童子啊。你的儿子蛮能干的，你看我先前见到他姓童，我就在想中国姓童的人很少啊，结果一问果然是你的儿子，真的是蛮巧蛮巧的嘞。巧，太巧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我请客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那老婆呀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一起来一起来嘛。小童，哎，把电话给我，给你妈咪往家里拨一个电话。哎，我来，艾伦女士，我来。大宝，啊，别打，你妈她不在家。你瞧这都通了。哎，妈，我大宝，哎，艾伦阿姨，请您吃个饭，您就出来一下，啊。来，小童，给我。哎，不，童太太呀，我是童子的老同学姚艾伦啊，你记不记得啦？嘿，你才把他给吓着了。是这样子，晚上我请客吃个饭，你一定要来啊。哦，那让你先生跟你说。不，我没，嗨，行，快接呀！啊，没谁，挂了啊。哎，这怎么挂？来，给我。那个，他妈妈呀。他妈妈这不爱应酬的事儿，出不了台面，再要不然咱就改天吧。要不然小童，嗯，你帮我约一下你妈咪，嗯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喝一个早茶。喝早茶？嗯，行嘞，我约。艾伦，这名字好像听说过，说话声音也有点耳熟。还说是你爸的同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我爸同学，嗯，艾伦，我想想啊，姚艾伦吧。小时候我听你和我姐叨过，我忘记了，就是那个跟我爸怎么着来着那个。
是吧？对对对，我怎么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了？那个，方鸿斌，方卓雅，姚舒拉，现在改成姚爱伦。哎呦，姚爱伦，你爸老同学比你爸大两岁，哟，那说起来也是奔七张的主了呀。那怎么说话？哎呦，那叫一个小声，那嗲哟。那个什么，请问你是童太太吗？妈，你也太小女人了。你看人家怎么着你了，你就这么损人家？他没怎么着我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做作劲儿。哎，他不年轻时候还勾引过你爸吗？他要不是比你爸大几岁，你爸没准还真叫他给勾引上了。你都不知道他年轻那会儿啊，那叫一个骚哟，跟头母狼似的，见到男的就那样，都吓人。妈，不至于吧？也太夸张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给你爸打电话，叫你爸把他带回来，你看看啊。你还真打呀？那个大宝的那手机号是多少？看，瞧吧，你热闹的啊！来了，我们打电话让他来咱家吃饭吧。就是，你不想见见你爸那老相好啊？我也想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，还那么吓人不？哎，哎，怎么着？啊？别去。那行，那行，就先这么地。哎，爸。爸，我妈说那是让咱们去家里吃去，说我二姐也在这，咱们做点家常饭呀、啊。看看，我刚才还说去看你太太的，你太太就自己打电话过来了。这女人跟女人之间啊，就是非常有默契的了。小童，我们现在去，在路边找一个超市停一下子，我给你妈咪买一点点东西。哎呦，用不着用不着，到自己家了，别客气。哎，当然要的啦。在中国是非常讲究这些礼节的，是不是啊，童子？啊，对，去买。哎，你上车。那么你们先走，我骑车子回来。慢点。笑什么呀？幸灾乐祸是不是？我也去了。行了。哎呀，既然在家里吃，咱们就做点家常便饭的啊。嗯。你说这一天到晚在生意场上混的主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呀？啊。就是。哎妈。我看您的好奇心这么强，李天骄的事儿你也特想知道吧？挺高兴的，你又提他干嘛呀？你看，提姚舒拉就没事儿，我这一提李天骄就不行了。哎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能一样吗？哦，那我不提了总可以吧？你爸呀，从来就没看上过那个姚舒拉，都是那个姚舒拉自己上赶着你爸。哎呦，热脸贴那冷屁股，我都看不上你。妈，这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就你不对了。你明知道人家是你手下败将，你还不依不饶的，愣是把他们往一块凑。你看，是我让他来的吗？啊，真是。那女的现在在干嘛呢？结婚了吗？听说好像是结婚了，还是嫁给一个老外做生意的。看他那样就像做生意的，那俩狐狸眼。妈，你看那女的。你走了快有十年了吧，再回来都已经年过半百了，咱爸都已经成老头了，您就别记仇了。我记谁的仇？我记他的仇啊？他算个六，我是气你爸。哟妈，你真生气了？你别生气呀、啊，都是我不对，以后我再也不提了。你看你忙活了半天，你愣是把老情敌往家带，我还以为你这两年活出一定境界，宽宏大量，心胸宽广。没想到你还这么小肚鸡肠。行了，妈，以后我不提了。我要是再提，你就打我嘴巴。谁情敌啊？真是。哎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啊？我
哎呀，说是上超市去给你买点东西，也不知道买什么了。你说我这骑车的都回来了，他们开车的还没到家呢。这菜都凉了，你赶紧给大宝打个电话啊，催催他们。哎，爸，正说打电话呢。你看，艾伦阿姨来了。啊，收到了。这是给您跟我爸带的礼物。您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？来，放这儿放这儿。哇，洪太太，好久不见，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哎呦！来，坐。您坐。来，接我。爸，您坐。这是我的二女儿啊，南方。来，坐这，快。坐。哎呀，坐。这是方阿姨吧？哎，我小时候好像见过您，印象当中啊，您那会儿特神气。二姐。啊。哎，冷阿姨姓姚。哦。这什么记性？你瞧我这记性，简直未老先衰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哎呀，你们这个房子的外观没有什么特点啊，一看就是大板楼，舒适的。啊，对。客厅也是老样子。哎。客厅小了点儿哦。我那个房子呀是法式的，客厅蛮大，卧室也蛮宽敞。现在居住，客厅、卧室都蛮重要。哎呦，艾伦阿姨，那你们家那房子面积也得蛮大的吧？也不算多大啦，平时人少，除了两个阿姨，就是一个司机。我的儿子和孙子都有自己的房子，也就300多平米吧。哎呦，那姚阿姨，您是一个人在北京发展，那您的丈夫有没有跟你一块儿做事啊？哎，不提他啊。好，艾伦，请。哎，中国人啊。就是很热情，喜欢把苹果削好了递到别人手里。要是在西方，那些人就不习惯了，他们不知道你的手有没有洗干净。我刚做着饭呢，我的手是洗干净的。你没关系，我不嫌弃你呀。嗯，艾伦，你这几年在国外是在哪个国家做生意啊？主要是香港。也有去欧美国家，那香港也能叫国外啊？那7月1号不是就回归了吗？是中国。是啊，我最近很想移民，但是没有想好移民到哪一个国家。加拿大、澳大利亚都是蛮不错的。哦，艾伦，真的，你气色特别好哈。我记忆当中好像你比我爸大个1-2岁，但是你看上去跟我爸在一起比他绍兴多了。真的？当然，你不先让我爸说是不是？你跟我在一块儿，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姐妹呢。有一次啊，我带着大儿媳妇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当时一个蛮帅的老外，他走过来非说我的儿媳妇比我 old。欧德是什么？你看这欧德。艾伦，你是不是做过拉皮？拉皮，东北拉皮，你会做拉皮呀？什么呀，妈！哎呦妈，你这老帽了吧？拉皮啊，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种整容的手术，就是消除脸部皱纹。哦。你看出来了？我这个是在日本做的。哦。哟，还好，看不出来，不是很明显。就是我们同事啊，有一个中年女同事，她也做过，她就跟我说，做完以后就是做的地方笑开有点僵硬，所以我就看出来了。不过还好，不明显。我说怎么吓我一跳呢？30多年不见了，一点儿都没变。你要不说我还真是看不出来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呦。哎，你也可以去试一试。哎呦，我就算了，去试一试啊。
不行不行，我又不做生意，我就别做了。你的皮肤基础还是蛮不错的。哦呦，好，一定要去试一试，看一看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我妈就算了吧。哎呦呦，那咱们吃饭吃饭。基础还是吃饭吃饭吃饭，我妈就做不了这个，得吃饭吧，吃饭吃饭，菜都放凉了啊，家常便饭，来来来来。Nice to meet you。说的我听不懂，翻译翻译。见到你很高兴。哦，我们也很高兴。高兴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您慢走啊。慢走慢走。您慢走啊！来来，再来再来啊！您走好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拜好，拜拜拜，慢走慢走啊，大宝慢点开啊。手都别放下啊，等车拐了弯再放。拜拜拜拜。我说你这老太婆，你又不会演戏，你演什么演呢？你我的脸都笑了。妈呀，真够逗的。哎呦，改明我也做一拉皮得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别讲。这种老妖精，我30年见一次就够了。你要拉了皮，我天天见，我不还吓死了？你们说这艾伦也真够逗的啊！他没事自讨没趣，上咱家来干什么呀？显摆呗！你没看他穿金戴银的？哎，性格没变，人还是老了。哎，可不嘛，不能近看。哎，那眉毛是纹过的吧？蓝的。对，蛮吓人的。妈，你太可爱了。还在那看呢，啊，恋恋不舍的。来晚了啊！哎，哎哎哎，哎呀，俩老太太见面咋样啊？掐了没？掐。那文丽啥态度？嘿，你这老小子，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！你说说说说啊！你说咱俩在这儿已经够无聊的了，好容易来个250老太太解解闷儿，说说。哎，你说那个方红兵，不不不，姚艾伦，他嫩不嫩呢？啊，哼，乍一看还行，说话太矫情。啊，你说人家小姑娘吧，是吧？撇个港台腔，嗲嗲的。让人听了心里挺甜，一老太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去。不过看她那个脸蛋儿啊，倒是板板的，哎，一根皱纹都没有啊。这是咋弄的呀？不像个奔七张的主，哎，她肯定是化妆了。你没看那有钱的富婆啊，把脸上涂2寸厚的粉。你都根本看不出年龄来，说你老冒犯，嘿，人家姚艾伦呐，拉了皮儿了。拉皮儿啥意思？都被拉拉皮儿啊？你看，说你老冒，你还真老冒。拉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手术，把这脸呢拉开一刀呀，给。哎呀，听他还没完呢！啊，把这皮儿啊这么一蹬，哎，拉起来，哎，哎，把这多余的部分呢，拿个剪子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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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给它剪了，把它这么一缝，给它提上去。你看那脸，一根褶子都没有，哎，那脸蛋跟那鸡蛋皮儿似的那么光，拉皮儿。哦，这就是拉皮儿。哎。哦，怪不得他那个脸看着别扭啊，弄了半天那是个鸡蛋壳啊。哎，那你说过几年这皮肤再老化了咋整啊？啊，再拿个剪子给他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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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老太太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哎呀，说实话呀，我看着那老太太够可怜的。这你还看人家可怜？人家一根项链顶上你一年的工资，你有钱就幸福啊！啊，你没听大宝怎么说呀？
我告诉你啊，十年前他那老头就带一年轻的女的跑了，这么多年他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呀。哎呀，昨儿上我们家去了吗？虽然跟文丽别扭，可是今儿一早上就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什么知道吗？他说，说昨儿一晚上没睡着觉啊，羡慕我跟文丽这种日子啊。现在呀，穷的就剩下钱了，听明白了吧？矫情，不过也算句人话。哎呀，等会儿，这小娘们现在混的咋样啊？哎，你跟我说实话啊，想不想见她？这些年呐，不定什么时候就见着了。最近呐，我这眼神不太好使，老是看错人。那你说前面这是个中国人呢，还是个外国人？甭琢磨了，现在这小姑娘啊，星染黄毛，还满口的英格历史。哎，这老外倒绝了啊，一张嘴全他妈金钱了。你这，哎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国外回来的李天娇女士。妈呀！这位是潘主任，我没瞧错吧？潘长你好，欢迎你啊！这娘们儿回来了。这位是办公室的孙主任，孙主任你好。真的，这位是保养挺好啊。潘长你好。哎，你说像她这样的，咱要不说她的年龄，谁知道她是个年过半百的大老娘们儿啊？好吧，来来，请，请请请。妈，这是几？三，二，实数啊？还没看见你。看见，我懂他的眼神吧？他还恨我呢。你真是个傻老头啊！他凭什么恨你啊？恨你就是爱你，他还爱你吗？你不知道，当时我有多伤他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行，不听我的是吧？那这么着，你找他去。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要是还爱你，啊，我把脑袋锅子削给你。行了，那么大岁数，爱也爱的，你肉麻不肉麻你？哎，你干啥去？干啥去？啊，写厂志去。老头了，你走。我说，老先生好。哎。哪天一起吃顿饭，再不济就把他领回家。那个艾伦是艾伦吧？他都能领回去，这李天娇不能？我的个妈呀，还惦记着他呀！哎呀，我看你这样啊，我是真不知道羡慕你、妒忌你青春永在啊，我还是可怜你。你说这人吧，都有年轻的时候，是吧？都有想不开的时候，是吧？哎，也都有魔怔的时候，可咱不能魔怔一辈子呀，是吧？我可怜的老哥，潘厂长，这具体的细节一定要落实在合同之上，千万不能马虎。哎，李天娇女士，哎，老庄，哎，啊，你们认识？哎，你好。要不这样，潘厂长，我跟他聊两句，您先下去吧。好。也不知道，你还叫中国名吗？啊，你看人有的人一出国吧，就改名了，什么艾丽呀、马伦啊，是吧？如果叫错的话，您多多包涵。我这名字挺好的，不用改。怎么样，庄主任、佟厂长，这两年过得还好？啊，还好。我们都退了，这不回厂里返聘干点活。哎，你怎么着？回国出差呀？我们公司啊。
跟这个国内的企业想合办一个合资厂，这是我的新名片。啊，好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是能干啊！啊，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啊！啊，你们先聊着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有事呢打我电话，手提电话号码在上面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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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坐好啊，坐好啊！哎呀妈呀，美国乐凯公司技术部总监呢？哎呀！看啥呀你这，哎，别说啊，这娘们儿刚才我近距离一看啊，哟，她还真不显老，哎，她是不是也拉皮了是吧？你说她瞧见我怎么就跟着没见着我这人一样呢？她不就这德行吗？带答不理的。哎，你不就好这口吗是吧？哎呀，她心里倒是真恨我呀。得，你见见他去，嗯。见什么呀见？我的个妈呀！魔怔死了。哎，林师傅，麻烦你给我倒回去。再倒一点。一个人散步呢，哎，服务员。你喝点什么？啊，咖啡，意大利的。啊，一杯卡布奇诺，一杯柠檬水。好的，稍等。现在西方人啊都讲究喝清水，总喝咖啡对身体不好。你以后啊也别喝那么多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变了吗？没有，没变。走在大街上，我还能一眼认出你来。你变了，这走街上啊，我可不敢认你了。是，老了，老了。有点儿。是。沃尔塔瓦河。啊？沃尔塔瓦河。哦。这曲子我太熟悉了，印象太深了。我几乎是听了一遍就记住它了。后来我又买了很多很多版本，但我还是最喜欢第一次从电话里听那个卡拉扬的柏林版。现在这个用轻音乐这么一改，味道都变了，都变了味儿。交响乐这东西就是这样，不能变味儿。这曲子是挺好听的。哎，作者谁呀？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王先生，啊，一个。
哎，我而家喺北京啊。系啊，你真系嚟噶？啊，冇冇冇，而家同朋友倾下偈啊。啊，好好。啊，哦，我唔记得啦，咁我发俾你啊。好好好，系唔该，拜，哎，拜拜拜拜。 不好意思啊，都是一些工作上的变化。没事。来，抽支烟吧。不抽。哎，你以前抽不抽烟？我怎么不记着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喂。 Hi, hello, George. How are you? Just wait a minute. 对不起啊。哎 ，I'm just in Beijing now. Why? No, no, no. I never received. I think. No. Let me think. Oh. 小姐。I just. Okay. Oh, please, be quickly. But I think that document is some problem. You can call me tomorrow morning, 9 o'clock. Okay. My office number, you know? No. No. You can. Call me tomorrow. Okay, 9 o'clock. Okay, 好，拜拜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多大岁数了，你还想咋的呀？你废什么话呀？我压根儿我也没想干啥呀。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前几年我就没想过这档子事儿，也就是这一二年，老了吧，就开始往前翻腾从前那点事儿。翻腾着翻腾着，这心里还湿乎乎的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的。可是，一瞧见这女人，哎呦，那点感觉怎么全没有了呀？陌生极了。哎，那话怎么形容来着？形同陌路。哎呀，说我跟这女人是不是真有过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啊。那我这是老年痴呆了？我认识她吗？啊！我得干嘛呀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这女人善变，女人善变。哎，你说你这么个傻老头，痴情老头啊，哪是人家的对手啊？哎呦，可怜你一片痴情，无的放矢。我说，你都快奔七张的人了，不会想不开吧？老东西，你找抽是不是？谁找抽啊你？什么痴情痴情的，姥姥。哎呦，这人呐，本来挺美好的东西啊，怎么弄得就这么的无聊呢？哎妈，听说那个骑马射箭的李天骄回来了。
回来呗。那是不是打算请他来我们家？早抽啊你！妈，你看，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就看开点吧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艾伦都能接受，这可是我爸这辈子的唯一的一个红颜知己，你就善待点吧，你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辈子要是让我跟这个女人坐在一起啊，没戏。哎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女人病入膏肓了，然后临终前向您忏悔，您会原谅她吗？病入膏肓了，考虑考虑。哟，妈都这样了，您还考虑啊？你跟他上过床没有？没有。更可气。为什么？想过那事儿没有？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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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